来来来，你得裹到腿。那个、啊对，裹到腿。哇，南哥拿两个凳子。那个。赶快琴琴，还有服装吗？南哥拿两个凳子。有，赶快过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学这个动作了。裤子先穿的。对，等会儿。先帮我把我的裤子全部裹进去，然后再穿外面这个裤子。不过保鲜膜真的有用，我昨天脚没进水。对，保鲜膜管用，比潜水衣好用多了。没瓶子，连这块全部。对，就直接裹过来。里边就还有个。那大的裹上面，那个裹腿。对，黄一哥，你善良一点，我那么惨了，我都这么惨了，要拍一下，拍你妹呀，拍！中间这里可以走一下，哦，手不用，姐，手不用，就到这儿，对，下边再包一下，当场再搂一下是吧？对，拿这个，裆部再搂一下，从后边像尿不湿一样搂过来，对，来，这个吧，等一下。好看。